你家问的农事哦，没有啦，话还是这样的哦。有时候在选举过程当中嘛，就一次一次在那看到说那个叫格局的。坦白讲，要选总统大位的人，不要为了那八百万在那里纠葛，这个会。坦白讲哦，你为了八要选总统的人，为了八百万你在那努力在叫看破卡手，战略错误。林宗明说你好像多手脚，没有啦，其实如果重来一遍这样。就拆掉就算了嘛，就人家说弃车保帅，你知道哈？这个我觉得这个就纯粹选战的战略来看啊，这个动作是不对的。你就拆掉就算了。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朱家庭的农舍合法去拆掉，他们违建就弄掉。没有，而且等于给这等于哦，有一句话舍得舍得啊，要舍才能得，你知道？这个纯粹从选战的技术考量，你知道哈？这个举动是错的，因为你。人家讲啊，你要选总统的人，啊，佮为着八百万，你安尼写来写去的，那个拆掉就准刷落去啊。